二点了，晚安。晚了，8点了，我还在更新。我有打在 General 说要更新。哦，我睡晚着了啦，而且我闹，你知了，道我闹钟调50分啊，我起来说57分了。啊，我也是调50分啊，啊，怎么两个人不一样？哦，我没起床啊，啊，你要再睡一下。开台了。开啦 ！Hello，Hello，Hello， 晚安，对喽，今天好像很多人都想睡觉哦，啊，好困哦。其实我刚才还想，我的精神状况还可以吗？我要睡了，要睡喽，我要睡喽，安安，我真的好想睡呀。安安，我醒了哈，哎，我是醒的，打一下。我闹钟设30分了，我很早就起来了。我也是30分，需要清醒一下。我是30分，50分，想说我50分一定能起来，哦，并没有。你是怎样半夜都在烤肉试试，大家怎么都困成这样？没有，他就开台前睡一下。好想烤肉，好想烤肉。你说那种炭火，哎，你知道吗？我最近在看那个 Netflix 上面那种有一个美国办那种烧烤比赛。哦，越看越想烤比赛，听起来好饿。他就是用那种熏烤的，然后一次都要比6个小时，哎，好累哦。6个小时，那他是比生肉是不是？他就是比，比如说你6个小时内要做2种，就是烧烤，一种干烧，一种就是另一种什么石烧什么鬼的。石烧什么？然后他还要他们做甜点跟配菜，这样超累哇。小当家，小当家。我都要拿回，好好吃哦，感觉很爽哎、欸！烤肉三根熏炉出来的都很好吃。对呀、啊，麻瓜，完了越想越想吃，干杯干杯！好想吃烤肉，吃了。那、啊、你拔牙了没？啊，还没啊，吃完再拔。啊，你不是已经吃了？我还有活动，月还有活动，我先等一下，那我就无穷的活动哎、欸，无穷无尽，没有啦，会啦，就不用拔了，好赚哦、喔。你的活动都跟吃的有关吗？这个嘛，啊，剩下酱油还没上来，我还在休息。对不起，我睡过头。没关系，那就直接用讲的。好，今天呢，中秋节，哎，是今天吗？还是明天？明天。中秋节大家都要烤肉嘛？那我们的高校呢，也来校外教学烤肉啦！怎么烤？是不是？来，各位，移架。哦，到了活动区，对，拜恰，哦，我怎么变这样子？哪有这什么东西？哦，是那种公园吗？对，我们要来烤肉了啊！烤人，村民是肉吗？烤肉，你说村民吗？没有，这是只是路人，特别做了一个画面呢，哇，是不是？哇，我喜欢这个字体，烤肉。啊！哦，是谁？哇！中秋烤肉，就在。哎，他可以买东西搞。怎么弄？哎，这我们可以烤夜妹肉啊，不知道好不好吃？烤夜妹肉，你吃吃看，它是有皮耶，它是杰克吃啊。来。我这边稍微介绍一下哈，你看旁边一个红色的大台子，这个有点像擂台的东西，这个是打猪肉的地方，我们要烤猪肉啊，对不对？哦，对，哦，哇，好硬哦，太硬了吧？哦，这个猪很硬哦，你，哎呦，我刚看哈基砍下去不会死哎、欸，对啊，他不会死哎、欸，好扯哦，会掉一个叫做中秋节生猪肉哦，然后呢，带到我们那个烤肉区。你有看到上面很多盔甲架嘛？那个是我们的烤肉架。对。哦。来，这边。来了。啊，你看到我这个手直接点它右键，它就直接放上去了。
哦，再来呢，记得带打火石，在他那个盔甲架下面点火，他就开始烤了。专、哦、业，好酷哦！他会转，哇，你换成其他东西，他就不会烤了。啊，就还是在转啊他怎么拿下来？我拿下来，拿下来，空手拿下来，空手点它。哦，诀窍就是点那个整个这个铁的陷阱门的正中间，他就拿起来了。好。然后呢，他大概会考个没记错，大概三十秒到一分钟，我忘记设定多久了，就反正等就对了。对，然后呢，他就是每个人烤肉最常会做的事情就是会把肉烤到烧焦。哦，对，啊，所以呢，这边自己注意啊，那个烤好了之后，它会自己变颜色，那时间内赶快拿起来，不然它会烧焦。是蒙汤烤肉吗？把肉举起来吗？叮叮叮！烤烧焦呢，那个东西就没有用了啊，这个就可以拿进来。有，如果烤好的那个肉呢，在你可以先收集一些，然后你看到附近很多村民啊，对，其中一个人可以换抽奖券。哦，抽奖券。对，把它围起来，把它围起来。对对，然后这边直接讲，不能去动这村民啊，不能把它围起来哈。哦，那会不会有人不小心把一些没有的村民杀掉啊？村民杀不掉，哦，杀不掉。好，对对。他长怎样啊？好的，他就叫中秋节烤好的肉，烤好的肉，烤出的肉。真的，中秋节烤出来的肉。对，那当然不是这两个小时都在烤肉啦，我们有限时的啊。哦、oh, 啊，等一下开始烤了，限时一小时烤肉，烤完之后大家记得要清洁场地了啊。好，好，那你们要等一下再烤，还是现在再开始烤？不准备东西吗？感觉前面还是有一些杂事，感觉要不要先？好吧，就先把东西准备一下。八点半开始烤。对。刚刚那块肉怎么办？吃掉？吃掉？吃啊！吃掉！吃掉！吃掉！八点半开始烤，感觉像考试要开始一样。对啊，那我们前面就认真 K 书了吗？先 K 书了，应该是临时抱佛脚啊。最后的使命挣扎、啊，所以这里没有门就对了，我们要飞出去。对，反正大家都会飞嘛。哦，没有会飞吧？为什么这边会有一堆铜砖啊？那小玉的啊，你忘了吗？小玉的，我要把它变那个啊，变绿绿的。哦，他们在那边独自生存，不要去干扰他们。哦、我差点把它挖掉了。他们还在慢慢成长。对，还只是个孩子。他们还没长大、哦。这不是很快就会那个了吗？很久哎、欸，我已经放很久了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我已经放第三集了哎、欸。好、欸。我去看看，他现在有地吗？完全没有，一点变化都没有。还是什么防爆之类的吗？会有差吗？不知道啊，因为他已经放那边放很久了。对啊。哦，欸，你放很久了。我是钓鱼大赛结束那一集放的呢。那是真的蛮久的。对啊，他完全没变呢。哦。欸，哦，该不会是防爆的关系吧？算了，那我爸爸要回家吧。所以你要绿绿的哦。我想看他全部变绿绿的。很丑哎、欸。什么丑？我换到一半的时候，我觉得很丑，可是全部变完了还好。哦哦哦，你说变？哦，我说全部完整。对对，我说整个变成蓝绿色。哦，嗯，你怎么没说？那粉红色怎么办？不行啊，你们这样有人会吵起来。真丑！我已经全部变粉红色，笑死，真丑！直接吵架，现场擂台。啊、上面那个打猪肉的擂台可以顺便那个啦，打架的啊、哦，真的哦？哦，真的吗？直接现场开打，你反正你那个猪肉是大家砍嘛，啊，那砍到人我也不知道啦哈。那等一下会不会就是有一些人就是负责帮忙烤，有一些是当屠夫有吗？对、也行，你们可以自己讲好，团队合作。攻击力高的是砍哦。对啊。耶、yeah. 嗯！攻击力第二砍要砍、嗯、砍个五分钟，有没有？砍超久。打只怪，那个魔法师去打跟坦克去打的差别。啊，顺便讲一下那个抽奖券可以抽到什么东西啦啊？啊，每一张抽奖券呢，它里面是随机钻石数，每一张最多可以抽1到32个钻石。哦。然后呢，不止这些东西，还有机会抽到防爆卷，还有强绿卷。
哦，还有这种的那个真人石啊，那些什么石头的奇能石，哇哦，然后还有连库里帕掉的那个卷轴都行，都会哇哦哇哦，特殊物品都会掉，对对对，酷哎、欸！请问穿幸运装换的话有效果吗？没有，好，这个真的是比手气啦，哦，就问味嘛，没有味味，就问味，不要。哎，有什么事情要做啊？感觉好像买完彩票之后就没事了。对啊，嗯。啊，有啦，打副本啊，对不对？有人打副本，打一打。副本加一打。不然会忘记。我把包包清一些空间出来，包包好买。一宿。哦，我上次掉了16个命名牌，好扯。好多哦。哦。啊，对啦。中秋节大家有没有去烤肉啊？没有，没有。我是跟朋友去吃。你在干什么？店的。然后我把你羊，我把羊毛丢回去啊。羊把我的羊什么？把我的羊。我本来是做烤羊排，好吃。好的。哎、欸，我只有去那个、欸，哎、嗯，就是那种店面式烤的，然后他们就是有人还会专门帮你烤这样。他有吗？完全没有哎、欸。有。但是呢、啊，你知道那个实在是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觉得很神奇。他们说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所以说呢，那个用餐时间改为1小时40分。可是我想说，烤肉1小时40分有吃跟没吃一样呀、啊。差不多啊，那你就不能停啊，你就等前面都在烤，啊、然后最后10分钟开吃、嗯。没有，重点是对那个他还很多时候都是他帮你烤，你知道吗？哪烤超慢？对啊。然后我记得我那个他那个单又一次只能画8样肉，然后呢，我们好像点的画了第3轮，我们四个人啊，画了第3轮就已经是最后加点了啊，我觉得好坑哦，你知道吗？好亏哦，真的是蛮好赚哦，他们好赚哦，他们那个疫情敛财计划哎，然后他一个人要大概交完服务费600多块啊。哪一家哦？不好说啦，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家人超多，我们那天去客满爆掉。应该说就我觉得就是中秋，对啊，每个地方就爆满的呀、啊，能有地方烤就挤那边啊，那、嗯、样子。对啊，每个地方都很多人。良心没了，真的赚最多。良心没了，赚更多，可以赚更多。真的好爽哦。嗯，怎样可以赚更多的钱、欸？可是其实像你说的那种，大家说的那种烤肉，那种煤炭炭火那种，我真的是很久了，没有了，很久了啊，没有。连疫情前，其实就是快疫情快爆发那几年，我也都没有。疫情前应该直到有一次，我们那时候是什么时候？为什么去吃啊？我记得那次是大家一起去吃、欸、可是你们刚搬家的时候，那种也是吃店铺的也不一样。那个时候是我们家你还有哲平啊去吃那个叫啥、啊、忘记了，反正就是三那个什么那个哎、欸、那家叫什么突然忘记，反正就有一家烧肉店啊、yeah. 对、日式烧肉店，对对对对对、哦、就是有去吃那种，对吧、啊、可是就也是店铺那个也真的好久好久以前，只是那种炭火自己弄的就会主要是最后收拾就很累，很麻烦、啊哦、真的。对，嗯，我昨天才在想说，就是自己弄这种炭火的烧烤，是不是怎么吃味道都是差不多？就是你刷什么烤肉酱就是什么味道。对对，就是自己弄那种炭火，基本上都是在吃烤肉酱而已。对啊，除非你有特别先腌料啦，不然都会有一样的味道。一定是因为我们没有像他们那么讲究，连那个烧了炭火的木头都选不一样的，我们都是用一般的炭而已。那有差哦？差很多、哦。对啊，就跟烟熏的出来的味道不一样。对、嗯，还有烤的方式可能也有差，我们可能就是耍随便拿青菜烤焦、嗯，但其实好像，哎，我最近都在看那个烧烤节目，才发现原来其实烤一个肉，其实每一种不同的肉的品种的方式都不一样。嗯，就它烤的模式啊，跟酒跟还有火的大小都有差。那其实差很多，但是我们那我们都乱烤，所以就没差。看我那时候东西都丢上去烤一下，嗯，看觉得应该是可以吃的吧？有没有说错、啊？应该可以吃吧？快搓搓看，看一下搓过去了再出去啊，都一样啊，还都赶快啦，青菜啦，差不多啦，差不多啦，吃了吃了。
然后还有一部分，因为大家都在聊天的关系，所以基本上有一半以上会吃到冷掉的。哦，这是真的。哎、欸，可是我不会，因为我都是烤的那个。我都是烤，然后把大家喂饱之后，然后再慢慢吃。哇，啊、我都是不管多少，我自己先吃、欸，自己先吃饱，自己喂饱，我先吃饱，别人才有得吃。没有，可是因为大家有的就吃没有很多啊，所以你就前面来的那个全部烤，那全部塞给他们先吃这样。对啦，那小雨遇到我们，你应该没得吃了。对啊，我们要吃饱。哎、欸，所以你有发现后来我们出去都没有坐同一桌吗？过的，啊、你们两个会坐同一桌，听起来有点难过。我都跟其他吃比较少的坐同一桌。不是哦，你们自己三个就已经坐一桌了，讲什么、啊？你们就已经坐完了，好不好？好嘛，下一次我们就故意坐分开嘛，好不好？两边不会吃的时候就完了，我要坐哪里？完 了那我就抢着吃。一起抢着改变策略，改变策略，吃啊吃啊！觉得哀伤，加吧加吧。所以在场会考的，应该就我小雨还有谁？他其实应该也吃饱，记得没错的话。你说会考什么？就是考那种肉都是用、啊、都是烤的人啊。你喜的、哦、对啊，就是每次出去吃，就看到我就一直烤，然后感觉好像我没什么在吃，但殊不知其实我是夹一半在外面，然后夹一半在一碗里面这样子，嗯、边烤边吃。我想说，就哈基就一直在夹，然后说就是哎、你要不要？哎、这碗烤好的要不要？烤完放在那里哦。殊不知其实我一直都在吃。对啊，吃嘛吃。哎、欸，团你们需要的木材啊？好像有。啊，没有，哎、欸，可是你上一次去吃，你的食量明显也变少哎、欸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哎、欸，我好像到冬天会吃的比较少，照理说应该吃比较多、啊，要冬眠吗？不要吃更多吗？我不知道哦，我自己有发现好像只要冬天或天气比较冷，我都会吃比较少。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其实就是你最后一次，就是我们前几天去吃嘛，然后最后要最点最后一次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想说啊，我应该差不多了，然后我看你点那么多，我心想啊，你应该很饿，结果没想到你说啊，我吃不完了，吃不完的。没有，那时候就觉得，嗯，你应该还没吃饱，我说我也点不少。没有，我其实已经，我觉得我食量也变小了。我真的觉得疫情，因为疫情关系，所以没办法吃那种吃到饱啊。我真的觉得胃会越来越，就是容量越来越小，有差，嗯、有差，没有训练的。对啊，没有训练，没有训练。你知道，就可以说我小鸟胃，小鸟胃，感觉我什么样胃都不会啦。我本来就小鸟胃啊，怎么了吗？不跟你说一下最近宵夜吃的什么啊？小鸟胃。我是哎，嘿嗨，嗨嗨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你为什么喜欢站在这边钓啊？就不会掉进水池里啊？等一下，记得带一些打火石啊！一些吗？啊、一些哦。为什么不是复数吗？一手吗？一手的打火石，它好很快啊！一手，因为炭火总是会熄的啊。那对不对？那我要打火石上面附耐久喽。哎呦，哎呦，听讲合理哦，这么合理的合理哦。我有耐久的书可以附哦，加酒可以吗？酒打火机可以附哦。附魔书可以，这样可以哦。它、啊、可不可以做创造？创造成可以放在锻造上面，因为还是剪刀啊，抱歉。锻造不行，剪刀可以，剪刀可以啦。打火机可以吗？不知道。打火机不行吗？耐久，我记得好像不行。我的例子，那可以放修补吗？可以啊，很，它可以用附魔可以耶。哦，那我还好，我没记错。哦。耐久，也是真的还不太会去用那个。你用那个，那不如直接就多准备几个，它又不贵。蛋宝宝，我是耐久三，这样听起来就感觉比较帅。嗨，耐久，你本人耐久三，你本人耐久三，嗨，耐久，嗨，耐久三，嗨，你好，那你有没有效率五啊？你好，我有效率十啊，你有孝顺啊？笑啊！怎么没有？六一五好不好？快耶、欸！快呀、啊！哇，效率呢？对啊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可以不修补哎、欸？啊，这家可以啊！修补书，修补的打火石。
可是可以耐久修复。你哪来的经验修它、啊？你的打火机？我等它好时候，我可以在旁边钓个鱼吧。哦，马上修好，马上修好，好像是你砍猪有经验吧？听起来很强哎、欸。耐三，可是我不知道，我现在觉得修补有点太贵了，这样太贵了。哦，因为我还有几本呢、啊，就还好。我要留着。是说，我以为这一次的烤肉，那个村民会要菜，要菜啊！你以为那个 overcook 啊？对啊，我想要可能说啊，我要吃烤马铃薯，你给我烤马铃薯。对对对，我要收集材料给他吃。对啊，我没事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你今天就行了就好了。变复杂了，变复杂了。你这是什么？我那个烤肉延后半个小时，我先改一下。我先改一下，九点开始。刚刚有要求的。没有，那我们就等一下就说哦，我才不会说，我那时候还想说啊，搞不好还会要什么甜菜汤啊，什么鬼的啊。啊，不要甜菜汤啊，好麻烦哦。不要甜菜汤哦。不囤点菜汤，不要了。你可以放在之后的其他活动了。之后啦，你之后可以办一个厨艺大赛啦，厨艺大赛。可以了。嗯，哇，速度光点怎么剩下 T3 跟 T2 的、啊？第一的不知道去哪了，都用掉了吧？用光了。虽然不是我。我最近进去都是直接刷券而已。嗯，我也都是去刷券。你放个时间啊，反正你一接着什么都没有时间。哦，对耶，对啊。好耶，之后用一下好了。好耶，好耶。你可以挑战六秒打完副本。你有？你有？你在挑战了？你可以塞好几张 T 四哟。是，那两张 T 四会怎样？好难哦。两张 T 四24秒。其实我觉得24秒可能可以，因为你其他都没有放的话，就是一下一只啊，马上就解决了。可是他们会乱跑吗？王会比较那个啦，比较麻烦一点。我就怕弓箭手乱窜呐。对啊，会说一直推一直推就很麻烦。我来挑战，反正你今天有要认真打吗？没有啊，我一直都没认真打，我一直都没想认真打。来，一直都没认真打。你以为他很认真，其实没有啊。自己要是不是？没有啊，没有看，我看认真啊。攻击，我要去看看。没在跟速度一的啊，没在跟你认真的啦。有啊，里面不是有速度？哦，速度哦。完了，你不怕乱窜吗？你还用速度哦？对啊，他们欧北凶呢。我觉得你用攻击比较好吧。对啊，拿攻击啊。没有，我就每个都一张啊。啊，每个都一张有额外。谁手上有？谁手上有引力的剑就？我用吸的。哎，我没有引力。引力的剑，我要回去看一下。我也回家找找看。啊，哦，速度只有那个 S2。哦，你知道我干爹妈福他们之前也在玩，他们测试用那个引力。把它吸到那个边界，那个墙壁不是有边界吗？嗯，他把它吸到外面去，对，夹出去，然后怪就直接死了。哦，好强哦！他直接放了六张 TH4的血量。哦，他是 Overwatch 的蓝露珠吧？帅哥，我奇鬼才。那后来修掉了吗？修掉了，来修掉了。那叫什么？超级引力哦。超级吸。我有了，我有了。可是他有个击退耶。我的有不死克星跟耐久，你要不要？好啊，然后把它吸在中间，看它怎么跑。我们等下就站中间。好，我们两个站中间。好，看你们站中间。24秒。好，没问题。24秒。来，这里。那你们两个人这样血量会增加哦，怪会啊会啊会两倍啊。对，所以这样八倍血吧。来喽，好好奇啊，好奇哦，我要看，还是你要 T3 T4， 玩玩而已嘛，快点节目效果，玩玩而已就直接玩玩嘛 ，T3 会几秒？中秋节前做一些有没有？反正等一下会赚爆，是不是？就是烤肉都会赚爆，我不知道哎，然后结果等一下你们抽的抽奖就全部都是一颗钻石，哦，没有 T3 哎，好吧，那我只好二十，你双 T4 啦。好，来吧，24秒，来24秒，对对对，一人摘一个，
好，不要不要砍到对方就好，不要砍到对方就好。就砍到对方。我跟你讲，倒数三二一的时候，二会怪物先出来，然后那两秒是中间是无敌的，所以看他倒数结束、哦、再打。哦。啊。喵。我大概噗死掉。哇！有吸起来吗？我怎么没有感觉？我也没感觉。对啊。哎、嗯，四散了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！我没有感觉到在吸血，有在吸吗？有在吸吗？打不完了，打不完了，有点厚。后面的几个跑出去了，七、六、五、王啊，王啊，王王，蜘蛛啊，蜘蛛啊，卷在里面，卷在里面，啊，你们的卷在里面，卷在里面，谁帮我拿一下？谁帮我拿？超美感呢、欸，拿不起来吧？那个要下一个人帮忙拿，因为给你他哦，没有戏。那个船长借我打，啊，这时候就很过分的说，我们的准备活动开始了，那个请全部集合啊。哎、欸，你的超吸引力没有吸的感觉呢、欸。熊猫，熊猫照底下，对啊，我那当什么？那当什么？哎、欸，你们前面卷呢、欸？没有被打出去。有声音，可是范围比较小一点，但它其实是有拉过去的。因为啊，那不然就是因为你有那个击退的关系、啊，所以就没、哦、没有。刚刚我刚刚是拿陨月的啦，可是真的无感。嗯。你家可以去打那外面的怪物看看，它、哦、其实吸没有说范围很大，它会打一下死啊。嗯、你确定我打一下怪外还会被吸吗？它会被吸就死了。刚刚它剩几只啊？没有，我没有认识。好像六只吧，剩不多。它中间有三只蜘蛛、啊，剩一堆蜘蛛、欸。还有三只蜘蛛、啊。我觉得、嗯，我觉得可能要玩的话要晚上哎、欸，对吧、啊？我觉得蜘蛛就在自己扑过来了，自己冲过来。对耶，有机会耶，是有机会的，应该是可以。可是你这样子玩才五十颗，其实很不划算哎、欸。是啦，没有啊，我想说小乐意好玩，然后 T 四都没人用，可怜 T 四光碟，嗯，可怜的 T 四光碟，可怜呐、啊。啊，反正你有捡到啊？捡到什么？卷？没有啊。他们都在里面不是吗？对啊，这边两张啊，一张防爆，一张卷，对对对，看你不要拿一张防爆，一张是强绿，你要拿。胖你不要啊，那防那个强绿好了。黄暴钓得到，强绿就好。嗯，强绿弄不到。对啊。没错。我要去会场内了。我帮你们开个门好了啦，那会场都没门。传送门哦、喔，来。没门。没门。没门。去个厕所。喂。盖个门面啊。盖个门面。哦，上面还有另外一个月亮。谁在敲网？谁在敲网？谁呀、啊？谁呀、啊？谁、啊？谁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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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啊？敲网不久。他吸好，他怎么回满的？脑鬼吸收。五位呀。一只没有一个人打、啊。可是我是一个人打过哎、欸。他吸只会赶得够快啦，我中没有，我没换回来。你没换回来，那没办法。你那换成你的之前攻击装，应该有办法。说多都是泪，哭了，哭哭因为我应该不会砍到啊啊！砍到，我的心应该不会砍的，你传到我了，你会，你会耶！我来偷看，我我偷看一下，全都是卖稿子啊，对，因为这是铁匠吧，都是。同樣那里面怎么有一些傻子在里面？对啊，有些傻子偷偷躲在里面，偷骗吃骗喝，想要吃肉啊？那是骗吃骗喝，不会烤肉，只会吃肉。骗家骗家，哦，这只还不错哦。应该是我这里吧？那你有三效率三，我都需要一把剑而已。为什么有一些草地没办法除啊？因为它上面有一个灯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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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
很会赌、哦，对啊，啊很懂哦。没有、啊，等一下开始了他又不知道走去哪里，哎、欸，不知道去哪了，抓不到，抓回来，全部抓回来了，快封门，快封门！等一下还有一个门，还有一个门，还有门，还有门，你过去一点，过去一下，没门，没门，他就要招一次了啦，没门，用那个吧，用那个地毯的方式让他们不要出去吧。好笑，他们会开栅栏门吗？不会啊，可是我们会开啊。哦，好啦，我们的活动开始喽，好开始了，开始了，开始喽！你看出去了，我们要出去两队啊，我们要分两队啊。哎、欸，越来越多只手出去了，屠夫组走出来了，屠夫组以及烤肉组跟一般组。哦，我觉得我可能适合烤肉。有三人说的，哎呦，应该不会直接那个吧？啊！夜妹来袭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两次回响，应该先睡觉。对啊，我在床旁边了。还有看到人。杰克要合作吗、哎？可以啊。那我要去烤肉，你要先给我肉。啊！我都有两块了。嗯，这里有点像竞技场。他就是竞技场啊。对啊，我怎么干成这样子？雷打一刀哎、欸，我把味道就杀狠了，开心哦！我直接把猪打到角落哎、欸，我也要来烤肉，烤肉哎哎，打火我的打火机，哎呦打火机，哎怎么有人修起来？我的打火机，他、哎、怎么烤啊？哎、欸，这样会不会直接烧熟啊？哎、欸、，Hello， 烧熟不行吗？烧熟不行哦，烧熟。你要写很多不会死掉是不是？我刚有直接砍，就是我燃烧直接砍死他，还是那个。哦，有了，要有个角度点火、啊，点下面有个点，有个点，有个技巧。有了，然后怎么？哎，我负责帮把大家把猪打出来哈，大家。好，那我负责帮你招啊。啊，我有击退，我可以把猪打走。三刀就可以杀一只，我三刀就可以杀。啊，你这么怕吗？那我要干啥？我要来接。刚刚大家都组一组好，然后一个去找村民。我要来接村民，一个去那个村民，就是哎，等下先生，跟你问路哦，然后把他问住。请问有猪肉吗？我是运送商。看来是他们还没看完。哎呦，那个还在那个叫猪啊，从养猪开始。对，快点养啊！有啦有啦有啦有啊，很多啊！等一下，我被推走了，被猪推走了。啊，可以可以，好蛮多的，好蛮多的。好，差不多啊，先砍先砍。啊，现在先。哎、欸，怎么点火啊？射不到啊？要怎么点？盔甲架的脚底。点盔甲脚底、欸。走开，还没熟。哎、欸，酱油你的肉好了哈，你要赶快回去领哈。领肉。他可以代理吗？可以代理。哦。就快死了，怎么快死了？好肉，肉来20块，好，20块肉，这么猛！你们也屠宰场啊？我是 BBQ 大师，我要用一堆鱼子。他砍三刀就一只了啊，超猛！我有点十个哎、欸，好、啊，那我帮你点啊！你帮忙叫啊！你跟那个杰克就是请他帮你砍的。我可以帮你砍，再分就好。我有那个。我们有烤肉师傅啊！哦、我刚刚用的招哦。你们我看也是烤肉，然后求杰克帮砍吗？对啊，因为分工啊。转转转，这一个人有。我还是看哦，还没烧是不是？哎呦哎呦，谢谢！拍水！哎呦，哎，这个点的位置要对准。哎呦，那边吃不到烽火塔哎，没办法，那边没有效果。把你要两刀手起刀落，手起刀落。哎呀，我要卖的，还是有人自备在，有人在自备力量药水的。哈哈，哎呦，哎对，我好像有哎。其实我觉得看那个转盘转，你们过来看其实很疗愈哎，因为你看，我找不到那只卖的，他不知道去哪里了，他不知道去哪了。我已经绕了两圈了，卖的嘞。转转转！哇哇哇！你们的擂台越来越刺激了，对吧？你们那边啊，也没撞爽没，撞爽没。去睡觉，去睡觉，我去睡觉。为什么会有一般村民？为什么会有一般村民？有啊，他们没工作啊，他们就家里蹲。阿基，不是的，叫错。
有没有团团？太多猪了吧！我的妈呀！是，我刚刚在走。你是台湾国语吗？也太多猪了吧！太多猪了吧！了吧是这个太多猪吗？我找到他了。好，他在哪？我盯着你了。盯着他，盯着他，你跟他问路。好了，我盯着他了。问他一辈子。那我要继续招猪了。啊，可以。包租公也是包租公哎！我发现烤这个肉有点麻烦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他你没领出来，他不会多一叠。哦，多一道手是故意的哎。对，这样你就没像我刚刚就不能多的，不能全部叠在一起，全部一起烤，就有一些会来不及按。看来我要把我手上都清空了，等一下可以先把它丢在地上，等一下再捡起来就好了。不是啊，你在旁边放一个箱子，然后就一个负责运送去给允月这样。等一下哦，我要来做箱子。不是哎、欸，杀怪十等的呢。哇，这个根本就是练杀怪的吧？哦哟，请问今天还有经验加倍吗？我也杀怪九等的呢、我好像还没取消掉。哦，是哦，爽赚哦，爽赚哦。这算是主委加码吗？对，主委加码，对对对对，没有没有，这个叫主委加码，主委会，主委会，主委会加码，出名走开啦，不要凑热闹，人家的烤肉，你隔壁家的，他也没有想烤肉，他也想烧的呢，到底是谁烧的呢？到底是谁让画面很乱呢？主委管一下，乱画面乱，主委会管一下，主委会，主委会很忙。主委到底是在一边骂他还是？哦，主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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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哪里？主委在哪里、啊？好玩喽！哇，我有种砍猪砍到三根晕的感觉，太夸张了吧！太夸张了吧！你砍了几块、啊？我也没砍几块啊！我靠！我都把他们直接打在角落，直接砍。打在角落就快啊！对啊，把他们冰冻在角落。嗯，活动到几点啊？九点半。好，九点半，一个小时哦，一个小时哦，练杀怪喽，练杀怪等级喽，来赛场，不然我们九点就好了，好啊，啊不要了，不要了，我觉得很长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我很开心，我很开心，杀猪使我开心，哎哎，校长，可以过来一下吗？怎么了？我好像抓到 bug 了。什么 bug？ 不是的吗？你看无限烤猪肉、欸，你看这个停住的烧起来的，你一点右键就一堆无限拿。无限拿？你点我这边的，你点我这边的，没在转的，没在转的，烧熟的。哇，很瘦，刚好熟。吃到饱哎、欸！吃到，等我一下下啊！你休一下，这个不行哦、喔，这个不行，这个不行，这个不行。我吃到饱了，无限说烤肉喽，就是熟的，熟的，你哎呦这样就一直就拿不起来，我觉得怪怪的。好吃哦！杰克，你这边拿一堆不行，我吃掉，我吃掉，抓到了，抓到了，那个系统可能要回收哦。我真的打不死哎，算了，我也打，还是问你来看他，你来看他，好，我去打，我是在跟他问的话，你跟他问，好，我跟你换，我跟他来交换工作啊，你等下把这个肉送走啊。门口这一只，就他了，就他了，可以救你了，救你了。来，烤肉组，烤肉组，来，交给你们了。然后烤肉组上还有四十几块肉。我来了，我也来打架了。我不知道，我头好晕了，我要先撤。那你来帮忙按按钮啊？没有，你们不觉得按钮很烂吗？按钮很烂，你要换什么？你要换压力板？我们换个拉杆吧。哎、欸，那我来帮忙按。不能乱动啊！不能乱动啊！不能破坏场地，破坏场地。要改活动啊！哎，我烤出来的肉可以重叠呢，为什么不行？没有，它是没有啦，拿起来不行，它会先放在旁边。哦哦哦！哎，我刚刚的奈九三打火机被烤炉吃啊！啊，放上去了是？你来拿，你来找我拿。哇，在哪里、啊？我在这里，我在这个上面这个门口那边。来，你过去还可以顺便去那个，好，管一下。拍子。这里。哇，哎、欸，真的不得不说，雨月，你这个工作蛮无聊的、欸。
哈哈哈哈哈！大眼瞪小眼而已。Real，r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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eal。我刚刚那个工作麻烦是之后找到他，找到他之后就没事了。找他就在那边，刚刚大眼瞪小眼。绕绕，对对对，你就跟着他看，不要让他跑掉。一组要四个，够多吧？够多够多。不是啊，你们旁边这两只可不可以不要闹啊？麦伦，麦伦。他们也想要有人关注的感觉啊！要了，自走外搞独派。哇，欸、这个时候现在这里在干嘛？这里在干嘛？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啊、凑热闹的邻居。哦，你的肉好像很香哎、欸。好吃哎，好吃哎。哦，算了，我不能吃了。哎，少年呢，可以给我几雷博？几雷博？哇，吃起来就胖哎吼。要见你。哎呦。哎呀！好，你们有遇过真的是路人，然后跟你们说，哎、欸，这可以分我吃一点的吗？没有，啊，没有也太怪了吧！我不知道，我遇到就是亲，就是亲戚很客家的，你还可以来这边吗？客家怎么客家？亲戚很客家，啊、就是可以。因为我觉得这就是家里的分算纷争了吧？因为就是、啊、可能。我们准备东西准备1000块，他带100块的蛤蟆回来。嗨，好扯了，这不行哎、欸，我觉得这不行哎、欸，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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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、欸，再想一下哎、欸，一个很客家的方式在吃，我是他就带吐司了哎、欸，我说就准备吐司就好了，不行哎、欸，不行哎、欸，再想一下哎、欸，这很过分哎、欸，好过分呢、啊。我是有遇过那个邻居超热情，就是经过，然后哎、欸，我们有多卡要不要吃？哇、wow. ，拿一盘出来那种。我觉得有些是在讲表面话，你知道吗？他是真的，他是很热情啊，给你。哇，你那个就是进去吃，他是整盘端出来给你吃的。那你就是遭遇了野生的烤肉面呢、欸？对呀、啊，烤肉面。然后还要配上那个宝可梦，对对对对对。野生的烤肉面出现了，好赞哦！外面有一只猪哎，什么时候在这里的？打去了，它是野生的猪，是野生的吗？我来砍一下，砍一刀看看啊！烤焦了，不是，不是野生的。哦，你砍不死是不是？对，烤焦了，超回答，超回答。来，团团炉子给你，炉子有有有。换我挑战两炉，对，好像不太对耶。哎、欸，我们时间改到9点好不好？到9点。怎么说？啊？怎么了？我觉得那个量不太对了。对，那个量不太对，我跟上次一样哎，跟上次也是中秋节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啊也是。不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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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数量不太对。对，再想一下还是吗？我们太快了吧？可是哈记，我没想到你们会分工合作成这样子。不是不是不是，可是炉子就那几台而已啊。对啊，炉子没办法烤比较快啊。你砍再多肉也是这几个。要等啊。就是要看。校长是想要看到血流成河哎。就没想到我们合作成这样。想说，想看我们那边抢来抢去，结果哎、欸，那个你砍肉，我搞肉啊，你去搞那个杀人。我们太和平了，我们太和平了。跟想象的不一样啊！对，也不一样。我们在里面，来来来，我也来顾了。想到分工五边。有了有了有了！校长只是想看到血流成河啊！结果没血流成河。不是，我又没有算，但是我好像是算了，只有就是六个的那个，就是我们现在有分四座，总共有24个。嗯我只剩了六个，等于说我量原本是预估是四分之一，那不对，那乘以四倍，好像不太对。完了，算你佛心学校，佛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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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呦，这很棒啊！哎呀，哪所学校会有烤肉活动呢？怪怪的，砍的速度变慢了。因为那个二次回响还是有那个延迟，没有，应该校那个校长如果要又要让看我们血流成河，应该要说我们可能两个一组，然后分组竞赛，就一定会血流成河。没错，那就会了。对，然后你要分什么组什么组这样。啊，所以你其实可以分3人1组，因为烤肉打怪跟找村民，然后你村民的移动速度把它调成。
哎，二十倍吧。恭喜！一波都不见了，因为都追不到。你是不是没打过二十倍的副本？不是啊，这样你第三个人追村民的才会有用啊，不然就是在这里。那他也追不到啊。对啊，最简单又更快弄的方式就是，你可能在场上有很多种食物。然后，很多种然后散落在不同的村民里面，这样就没办法说找到一个就拼一下就好。哦，对啊，对啊，就是要一直换不一样，哦、要找要换这样。村民加速啊，加速了，加速了，加速了，东西加速了，完了完了，出事了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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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出名的出事了。村民的出事，村民的自己提议，自己提议，然后自己出事。没有，他觉得他看着太无聊了，要找点事情做。哎，站到脚太酸了，跑一下，跑一下。看村民太无聊了啦，我想要加倍二十倍这样。扛吧，扛吧。他说：“搞不好你连那个猪也可以加一点素材。”妈呀妈呀，猪还好，猪在里面就还好。也不要来了，已经够惨了啦。有没有睡觉师傅啊？睡觉师傅，睡觉师傅，睡觉。读写读写。我刚是在睡觉，但是我现在在盯着这个人。对。生烤肉，不能离开我的肉会烤焦。我不能离开，现在这个肉肉的速度都不一样了。我觉得可以哪天在这边做那个哎、欸，哪个你可以做煮过头哎、欸。overcooked 对啊，就是虽然我知道已经有地图是还原了，可是感觉你如果再加一些其他这种料理方式在这边，对啊，加鱼啊、马铃薯啊之类的，就乱七八糟、哎，对吧、啊？好像蛮有趣哦。种食材的那个人要跑酷，欸、对耶，因为锅头有跑酷啊，对，那个点还会消失，对啊，很赞耶。哎呦！然后他就说：“是谁写的啦？谁写的啦？谁做的地图啦？真的是，我天哪！完了，赶快去找他！我刚刚都没有讲话，是因为他加速没有加到那个卖彩券的。我发现有几只好像不太会动了。想说沉默一下，结果被发现了，被主办单位发现了。完了！那。”可是这样子是不是要找熟悉 Old 的人直接找到他直接换了？对啊，嗯，就你要一直跑来跑去走了，你要带着肉在那边跑，速待机啊！那我要这批烤完去找一下，我怕到活动时间换不到那我现在失业了，我怎么办？所以等一下，包含换吗？包含换那九、啊、点九点之后肉会先那个啦，不能生了这样子。哦，好。哦，那烤肉是不是？那个猪肉不会再生了，不会再生猪了。那还可以换，是不是？多生一点猪，可以换吧？那可以换。可是通常你要吗？到最后都可以换吗？对，不是通常会延长时间一点给换，商店会多开一阵子啦。但是你不能够再生东西了，这样。对。所以九点还可以烤肉吗？就是没有生猪肉，是剩下换的，不会再有新的肉而已吧？嗯，问哈记啦，可是肉也不能给哈记决定啊。肉可以烤吗？肉哦，看那时候的库存吗？啊，那我现在只烤十个哎，怎么办？我尽量烤，尽量烤。那我给团团几个了吗？我给团团大概已经快三组了。太猛了吧，你是烤肉大师哎！没有，只有十个哦，哎，没办法哦。肉还不急，烤到十点了，你知道吗？等下，好扯哦！我来帮忙烤好了。肉来不及烤，肉一直端上来这样子。对啊。啊，那个我们要浪费食材的话，我们每一盘着收100个钻石哦。哇，100颗哦！我们那个烤肉时间到十点。烤肉时间到十点哦。那我想要扇子，赶我走的哎！我可以拿扇子扇火，让它烤比较快吗？扇子扇火，扇子扇火。我们店内没办法提供扇子哦，也不能自备扇子啊！对对对，那可以拿。哎，阿旺，赶快去跟团团多拿一点，你可以一次顾。对啊，我在想多拿点扇子。他没这么快，是不是？没有那么快，没那么快。你去拿一下，再可以分我一点肉吗？我这里也有两组了。哇，好猛！我等下要跟你们拿肉了。美户夯啦。美户行，那是美户行。川，你是行修贼，问我一点肉吗？你是说烤生肉？生肉。对，这里。可是你们那边有炉子吗？
刚今天那边，对啊，我跟阿汪一人台啊。哎、欸，阿哥一下被你们抢走了。来来，一起烤，一起烤，一起一起过，一起烤，一起烤，一起。反正现在肉，烤一起烤，暂时够了。哦哦，原来你们是在那边烤。对啊，我们在旁边。哦，我看着你们看那边烤，然后烧焦了。出事还敢分心啊！你们就盯着说，按哪边要补炭火，叫我一下，我就过去好不好？哦，可以啊，哎呦哎呦哎呦，不错不错。那不好意思，服务员，我们要换那个。哇，换烤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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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等下那几个肉换走了，服务生。服务生先吃一下，嗯，还不错。熟了啦，熟了啦。吃了啦。因为我点火要点哪边呢、啊？那个最下面。因为已经点起来的火，它就不会那个。嗯，就是要点盔甲架旁边一点点。那个酒精膏没了。酒精膏哪边哪边没了？我觉得你们自己来是不是比较快一点？就很难点，它很难点，它点你那个火还有的时候不好点呢、啊。哦，是没点的，要点底下是不是？对的，要点底下。你刚好点到它会变成换那个肉。等一下啦，中间这个村民转的转，刚刚转的方向跟那个烤炉的同边都不一样啊。好烦哦、喔！我说你可以拿给我，我帮你烤、喔。村民都转一转，搞不好那肉也会好。村民都加速了，那这个也加速一下好了。肉吗？烤炉吗？有肉吗？哎、欸，这会不会焦很快啊？这会死得快手啊！没有，他只是烤快一点，烘烤大师哦，他只是转很快啦，跟那个应该没有影响吧？他没有煮比较快，他只转很快而已。嗯，你确定？还是超容易就烤焦了？搞不好他是真正说转了几圈之后就熟啦，对不对？那也是。哎、然后刚刚之所以出 bug， 是因为转到那一圈刚好停下来，所以就你就可以一直领。不是你，你很讨厌呢。假的啦，我乱讲啦。你很讨厌呢。你一定要戳破啊，主办单位的那个吗？主办单位很难过、啊。我想说，我想的应该是不会，真的是哦。抓到了，抓到了。你很懂哈记呢。你很逗的嘛。你是不是住在哈基的心里啊？我住在他隔壁啊。你是不是他的老虫啊？他蛔虫啦，对不起。老虫是老虫，老虫尿吧？为什么老虫是尿啊？习惯不尿了。好奇怪哦，好难点、啊。你的打火机在哦？你这真的好难点啊。对啊。不好点。你。我比较村民，哎，我时间拿短一点啊，转比较快，烤比较快啊，又要跟啊，哎、欸、我，哎、欸、瞬间炭火一下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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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太快了，太快了，出事了，太出事了！哎、欸，这真的需要很多人来。哎、欸，不，我超快就跑焦了。哎、欸，因为我要一点生肉。那给你半组。小美可以跟我拿。谢谢。好，要不要去回去？哎、欸，我们一人雇三个好了啦，阿旺。可以啊，我刚刚想说我是跑来跑去的话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！出大事啊！出大事啊啦！哦，我的三块肉，我是烧焦六块、欸，还好我还救到一点，我还救到一些些，还好还好。哎、欸，这没事啊，那个不一不留神都常常会烤焦，这是正常的啦啊。不是哎、欸，这个是时间静止回来它就烤焦了哎、欸。你刚刚瞬间放空了，欸、你刚放空了，哎哎、欸欸，太快了。白痴，有人讲了一个冷笑话，我觉得好白痴哦、喔嗯。他说简称三秒焦了，好烦哦、喔。好烦哦、喔，不行啊！好笑，怎么会啊？哎呦，好冷哦、喔！哎、欸，上菜哦、喔，上菜哦、喔，有没有需要肉的？这边又两组了。哦，可以帮我们先，我做半组。阿王在这边，这边，这边，中间，中间，中间桌，中间桌，一组跟一组，中间桌，中间桌。那可能你应该还很多呢，先囤着算好了。好，你先放着用。哎、啊，你可以给我一点，你可以给我一点。卷卷卷，卷卷卷。呵，对对。嘿，好，姐姐。
谢谢、哦、姐姐，糖糖姐姐，谢谢。哇，而其实现实大家在烤肉也是都分组的，不是吗？哦，吃牛排哦。对、啊。应该没有看过哪一家是哎、啊，你们的肉就是这些啊，你们你的肉，你的肉少了。确实是没有了。三分钟就，哦，没火，差点焦，哎呦，不小心把烤熟的拿起来再放下去，对，我真的很害怕哎，哎呀，哎，你们这些顺便走开了，不用你们的啦，没有交钱，不要在桌子旁边晃来晃去的，知道刚才补炭火的时候一直被他撞吗？天哪，撞来撞去。隐约你的吸引键是好的吗？他是没有强化的。哦，没有强化。什么叫做好的吸引键？他想要风力呀、啊没有击退啊，然后冲完卷的。哦。哇，我的冲完卷是吸血的。那你想要购入一只是？我就只好再支一只，两个人一桌，两个人一桌。那两个人一桌蛮好的，两个人一桌。对啊，手速够快，啊，焦了！哎呦，好，那一半给你用，好，啊，是不是走开，没你的份呐、啊！是不是剩五分钟可以叫肉啊？叫什么叫马吉？最后加点，最后加点，最后加点时间要到了，我要去挖冰淇淋，要去挖冰淇淋，吃饱，然后挖三碗，是另一个味，挖三碗。我好像在吃那个蜂巢，瓦楞子啦，蜂巢，瓦楞子，瓦楞子，我还真是没吃过，我都看过、啊、没吃过，很甜哎，很棒哎，啊，就是蜂蜜的，就蜂啊，蜂蜜啊，我是没有吃过了，没吃过，我去买那个蜂蜜的那种罐头，然后我带瓦楞子，瓦楞子那个放进去，好羞啊，好烦，直接拿来用，对啊。那你要把它涂成黄色的，不用涂啊，然后泡在里面就是了。对啊，用糖腌过，你就蒙着眼睛说哪个是蜂巢，哪个是瓦楞子，有没有？起来好像差不多。结果两个都是瓦楞子，说嗯，左边这个吧。两个都是瓦楞子吗？对，哎呦，好像不错玩哦。因为就那个什么验证机器人那个、啊，哪一个是瓦楞子？哪一个是瓦楞子？哪一个呢？你这全部都是哪个是行交道呢？出一个九宫格，然后都看不出来、欸我点那个机器人有全部都不是的、欸、我也有啊，啊有啊有，真的选过然后就过了，对啊，对，哦，我没有遇过哎、欸，对对对，我应该至少都会选到一个，对、啊，嗯，他每个问我说哪一个是公车，对，还有哪个交通号志，然后但是有的又长得都超像斑马线，对啊，对啊，然后他有一些是整个图片的，然后叫你点说交通号志再站几格，然后把它放、嗯、啊，对对对对，那个有时候只有一个边边角角，我在想那个到底要不要算进去，对不对？我有想过，你知道我之前就在那边点半天，那交通号志为什么都不会过？后来原来他那个电线杆那一根是不用算，他只要上面那个灯就好了。你知道我就把那个电线杆那一根也把它算进去，然后就不算都不行。其实他会说你是机器人，然后就不理你这样。对对对。你是机器？那有遇过算术的吗？算术的没有，算术的很烦耶、欸，他会一直叫你回答问题，然后很快的就收集到算术题给你，然后你太慢，他就跟你说你不是、這個。哎、欸，他在考验那个不会算术的人，不是他算太快才是机器人。对啊，没有，他就算很慢，就说什么你再次回答，然后就一直算，一直算，一直算，超不爽的。我跟你讲说，嗯，你是低能睡觉员。好，我去睡，我去睡，我去睡。换了换了，好，给你试过了。睡觉员，猪是不是太多了？猪不会 啊，不会啊，没有啊，继续。不是你这现在已经是最后加点了呢。对哦，应该点多一点、啊。可以一路点到九点啊，然后我再把它看完。页面是飞的也变快啊。好了，是所有生物都变快了吗？烤肉烤到九点十分了啊！哦啊，等一下，我觉得我手上是烤不完啊，我也烤不完呢，我还有快一组哎，是烤不完的啊，焦掉了。打一页面是当肉吃、啊，是不是？然后就当一般的肉吃就好，可能会有练烹饪，会有下一期新生啊，丢给他们。我身上其实有一个中秋节烤肉嘛，去年的、啊、
不知道谁丢给我的。你有啊？我的箱子里面也还有去年没吃完的。我有两个。哇哦！我还很多、欸。哦，是那个啦，是那个拿着不用吃的。是有效果还是没效果的？我不知道。没效果的，没有有效果那个也变没效果了。对啊，对啊。因为这有没有附魔啦、啊？哎、欸，我可以放张床在这吧。附近啊，记得收走，不然到时候场地回收会直接消失哦。好、哦，没事没事。阿、啊、奇，我需要你，我没办法加炭火。你需要我了吗？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我需要你，我没办法加炭火，我被需要了，我被需要了，我来了。你也在焦了，你回头看就焦了。来来来，我补我补，你看你看你看我补。肉的位置，我补。太邪恶了。你要烧肉吧？看我挡，看屁呀、啊！我挡。砍他吗？我可以砍他吗？我砍他。脖子上应该会被烧到吧？应该不是我们的问题吧？九点了，酱油。叮叮叮叮叮。最后加你金属了，我们只剩下吃的功能了，还在烤啊，还没烤。哎，有没有缺肉的？有没有缺肉的？人很多很多，还蛮多的，很多的。缺盘子啊，缺烤盘。我两组饭了。哦，对。我有三个。完了。身为弗洛吉的。怎么了？弗洛吉，我要马上拿下来换上去。嗯，哇靠，哇装好快哦，好不完啊！我丢的，最后加点的，最后加点的，最后加点。给你们最后加点。我也要，我也要，拿去，最后加点给你，最后加给。啊，焦了！我身上还有一组，这烤不完的。啊，我也烤不完。啊，可以自己带做纪念吃啊。生肉，生猪肉吗？烤出来的肉有多少个啊？一组半，5-6，我是快两组，我一组半，快两组，你有跟谁分吗？我跟杰克啊，跟杰克啊，跟杰分 ，OK， 一个人，对对对，一组，哇哇哦，哇哇哦，够爆哦，卷卷卷，哦、嗯 oh, 哇啊，交了。我也交了，怎么突然这么突然？交了，反一下就突然交了。那你要不要问你身上有几个烤焦的吗？啊，几个烤焦？你们烤焦多少个啊？10个，6个，4个。啊，出事了，出事！我是11个。你41个。来帮你估一下，11呢？烤焦率蛮高的嘞。哇，你41个也太多烤焦了。没有啦，11啦。虽然刚刚11个里面有几个是刚刚那个卡住，然后回来就变黑了。没错，我也是。刚那个卡住那一轮超多的。他也太难点了吧？那点旁边。欧米在咬桌子。咬桌子。欧米啊。他磨牙哦。对啊，他磨牙哦。天哪。不是拿我桌子的磨牙吧？不是啊，他怎么乱蹭啊？怪怪的。啊！小啊！你焦了，焦啊！待机呀！换个副手的东西。哎、欸，到底肉换副手应该可以这样吗？哦，可以啊。杰克，我需要肉喽。我刚有丢到你身上来。我也要吃肉喽。真的假的？我要吃肉。那你要跟旁边的人拿了。我刚刚说平分。跟隔壁桌的吗？来来来来来。好，用生肉换肉肉，没有了。哇，好赚哦，直接好好哎，赚翻你！啊哇，你的肉差点焦啦！我在补火，我在补火。这里繁星奥比亚来了，安利亚豆。我是村民路过，还会看你一眼，看我们在干嘛。你又焦了，你顾你的啦！又焦了，我在看东西。你太成烤焦了吧！又焦，又烧焦。怎么还有人有空去打 boss 啊？我啊，屠宰师傅不行吗？屠宰师傅现在没事了。对，他下班了，下班了。养猪的没有屠宰的工作了。好了，偷你等一下。好了。啊，又焦了。哎，繁星，你那边有几个烤好了？61。你的又焦了啦！还问我？有人不擅长烤肉？
都平常都等人家烤的、啊。对。那转看他转真的蛮疗愈的，开心啊、哦。会吗？我觉得好晕哦。为什么？他看起来很像就是那种超级大火腿。对啊。超级大火腿。对啊，带骨头的那种，带骨头一个、欸。放这个以外的也会焦吗？不知道，其他的不会有反应。哦，好，我想说有，刚刚不小心把我剑丢上去，它还转，我就很开心。我的剑放上去再转，它会不会变玉髓剑啊？对吧、啊？好焦的剑，我补火。嗯。啊啊，没事，那个六个，然后五个是成功的，没差了。怎么办？已经烤焦一块。我先来去找一下哦、喔。这是要怎么找啦？我很难找。好快，你等一下，是不是又偷偷加速了？他们跳这么快吗？越来越快了，太快了吧？快有这么快吗？哎，不是哎、欸，两个高潮哎、欸，不是哎、欸，不是哎、欸，太快了吧？他怎么找得到啊，妈妈？不是哎、欸，不是哎、欸，我到底过哪一个啦？这感觉就是他到你面前，就是完全凭运气而已呢。你已经没有办法锁定他，你只能点到他直接换了。我就一直疯狂按右键，我看不点到。我没肉了，这边还有，这边还有，我搞完了。小团团，快点，我这边还有。好，等一下哦。这里，耶耶耶！点不到他，还有很多肉。烘烤大师来啦，没事。怎么来了？想到很笨的东西，想说，嗯，不然烧村民好了。那个烧的就是确认过的，发现说不能点火，直接烧起来。他刚好打不到你，给我偷打他一下。哎、欸，怎么有笨蛋？碰不到他们呢？有啊，有笨蛋。没工作的、啊，就是有游民在里面。对啊，偷想来偷吃我们的东西啊。然后刚刚就一直在我们那个炉子旁边、啊。看起来很好吃，你看我这边又来一个了，走开啦！一个小吃，走开啦！哎、欸，你吃烤得起来好像很香哦，好吃味，好吃味，烤起来好香哦。哦，可不可以分一个啊？分一下啦，分一波，分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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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点得到才有鬼，点不到，完全点不到，他在哪？因为都点得到，但是我找不到。找不到是哪里、啊？不知道是哪一只啊？需要一点运气啊！他会不会就是靠过来？有没有？哎、欸，你们肉很凶哎、欸！哎、欸，好凶、啊！就被拒绝了。不是啊，你们一直绕圈圈，我点不到。不要再动了。哎呀，待三分钟他就不动了。哦。等到那个烤肉店营业结束，他们就休息了。哦。哦。躲开啦！哈哈哈哈哈！抱气了，抱气了！走开你！宇哥，你要不要站跟我们一样站在烤肉架上，就不会被他挡住了？对啊，对啊，站上去。我们站在烤肉架上，桌上啊，我们脚上很烫啊。他们我刚看到宇哥超乖的在旁边呢，我的天哪、啊！我被慢慢鼓啊，就我们站在上面。那我从烤第一天肉我就站在上面。我也是。我下地火的时候摔下来，设计一下在上面会烧伤之类的。啊、没有吧？我站在旁边的石头应该还好吧？卖个叮当啊！哦，卖个叮当啦！交了啊！拿不到啊！啊！我在帮你拿啦！这个我看到了，我补货，我补货，精美补货速度，待机了。水哦，水哦。我刚帮你补，然后我的也交了。啊，你都尽量拿，尽量拿。现在已经是流水线放肉了。真的，你烤好，不管怎样就先拿吧。我们已经行云流水，我们都是烧烤大师。真的。睡啦。睡啦。这可能哪来这么多空间放肉啊？你不是说会卡吗？嗯哦，没有啊，我把快捷键全部都清空。对啊，我快捷键放六格啊，然后就一二三四五六拿起来，然后就全部塞到包包里。对啊，对啊，这样比较快。我也是这样。嘿，我觉得就是第一个是打火石，第二个是生猪肉，欸、第五个，然后剩下的就都是空的这样。嘟嘟特，要停下来了。停下来了，还没有火啊？还有吧。
一分钟，你的世界停下来是不是？你要断线了？对啊，啊哦，这个世界，可是我们看一大堆停下来，哦，他们一瞬间就不见了，会很累的吗？跑一直跑一跑也是累啊，累了。累了，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。等到晚上来找门吧。哎呀，点点点，点点点，有人升级嘞，呼吸等级六，满，呼吸等级，水哦，有村民作弊躲在草里，作弊，他作弊，一起黑，嘎不嘎，有村民跑到烤肉架上啊，吓死我了。不是啊。谁在外面放床啊？那个床上面有四只村民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快去睡觉，快去睡觉，快去睡觉！要那个床啊！躺一下，躺一下，你把他们赶起来睡一下。睡觉鼓掌，睡觉鼓掌。睡一下，睡一下。不要踩我！叶妹，睡一下，叶妹，不要睡一下，睡一下，哎！叶妹打瞬间做好了。好痛苦哦！太痛苦了。转转转，转转转。啊？怎么有村民开始登山了？奇怪，我不是有把他们封住吗？为什么他们还会跑出去啊？嗯，速度太快，飞出去吧。哦，飞出去。那这个被推几级出去吗？啊，这就没法度啊！请问他们死了吗？打昏啦！是最后一炉了，最后一炉了，最后一炉啦，最后一炉啊！看的吗？啊，没了。别再烤了，那个是烤好就别再放，别再放了。好，好了，好了。最后一炉啦，等我一下。这一炉全部烤完，剩三炉。啊，我熄火了，我熄火了，我很棒，手动熄火。手动熄。手动熄火，用铲子啊。哎，你用手直接把它打掉了。等下火突然熄了，我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哦，对，不是引火，白痴哦。哈哈。我熄了，熄了，我们就快了。劲哦！你们两个超美气，你们两个超美气的啦。劲啊！怎么说？你看他们两个啊，一起。快啊！快了。在这边。在这边，那你们三峰，那你们三峰啊！香莲剑跳出来了，到了，到了。你的在这边，他怎么那么近？哎呦，超近！哎，我怎么超强？姐，姐，哎，你怎么可以烧？是有考试。你站在炉火上啊，很正常吧？哦，那我站这里吗？这种圈会叠起来吗？那我他超级圈叠不起来呢。好了，掉了，好了，即刻来吧，出事了，各位，他的抽奖券不会跌起来。哦，要换到十点了。哇，这样这边都你的。OK， 好啦，没关系啊，播广告嘛。哎，我也要回报你们一点，来，为什么要回报？从你们这边拿了你们的肉，拿一点给。哦，你两球后诶呢？我拎三十的。走，我们再评分。二。哎，越来。越来超过三十二，你看三十没错啊。啊，可是我刚身上没有钻石啊，我一抽三十八。好，神奇的，你是幸运，所以我才困惑了一下。没有，我身上没有钻石吧？有吗？不是，我说会不会有人身上满的，他跳出来？是吗？应该没有吧？我刚旁边没有人啊。那就不知道了，不知道哎。嗯，哈基这时候竟然不是讲说可能是我掉的哎。真的嘞！回收一下，我的。因为我就记得你刚好像说是32，然后38。哦，看错了一下。哦，我的天哪！你这个钻石好赞哦，超多的，是超多的。是不是？我就觉得有点不太妙。不是，我跟你说，你不用怕，反正就等一下到时候冲装全部弄光光就没了。对啊，也是很快就花光。啊，也是的。大家平均多少个啊？
还没换啊，没那么快换吧？还没，还在换。我是说就是肉吗？单纯的肉吗？哦，一组多，然后刚分一分的。多，我走50个。哇，我都在生肉哎，我一片都没烤到。你身上都没有的话吗？他没有组队。哦，你没有组队哦。哎，你不是叫我去帮忙生猪？来来来，给你一点，给你24个。我那个路人帮忙打，然后他没组队。他是专门铲猪的。有免费杀猪的。刚才跟我说，你去帮忙生猪啊！我说好，我去生。等一下，这样有什么都没有？太好笑了！我刚给他24个。对，来说你去上车，不要给人家工钱超过分的。啊，你看，等一下我就生猪。你们只给杀猪的，没有给生猪的。哭了，生猪的哭了。这样啊，这样啊。不，我刚抽两抽吗？哦，好，那没事。这里，给你一些，给你一些。哎呀，好笑！9变40，所以31哦。是他吗？哦，是他。我要穿幸运装。你说感觉看起来比较幸运而已嘛？嗯，他可不可以都抽到钻石啊？感觉比较幸运。感觉啦。哦，好多钻石哦，好扯哦。哦。难怪哈基刚刚说，哇，这个好像这样不对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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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想一下，我想一下，对耶，对，直接拿烤肉在就可以知道他是谁了啊，他手上就会拿一本书啊，什么意思啊？不是吗？什么意思？没有，不是，不是这个意思，有，他会，是耶，我把我的肉丢出去了，他不见了。啊、要被人捡走了吧？被谁吸到了？有人吸到我的肉吗？不是我，我刚刚在，我在云霄飞车。你在云？我这边没有。好像是我的哎、欸。我还漏漏。你说几个？好像30。你要答对准确的数字。那30就好。我去翻记录档，你等我一下。30就好。有没有？刚好三十。对，刚好30。啊、那个人又跑走了，是不是？我的多少啊？对对对对啊，等一下，我那你看一下，你看一下。我这我捡到谁的剑？可以帮我拉回放吗？感谢，谢谢。阿里亚斗右，这个剑丢地上，这个剑掉在地上了，这个剑掉在地上。我刚刚抽出来的吗？哇，抽出来的剑吗？嗯。哎，那谁吸得到啊？然后怎么会有个杉木材啦？怎么有三木材？我刚丢，我刚丢就被发现了，可恶！啊，你不是这时候怎么多有三木材？还在？等一下，我看一下我自己的广告哦。看一下。哦，不是呢，这是很多呢，不是呢。可以啦，可以啊，那个冲一次装那个后面什么加八加九的一次就64颗，啊、可以的。爆掉。好了，中秋节快乐啦！快乐啦！啊，怎么好像都没有拿到强力卷啊？我强力卷，刚刚怎么有人拿连续拿三张啊？我都没拿到啊！我又拿了两张了呢。哎，我拿两张强力，为什么我都没有啊？好爽啊！好爽啊！哎，我快到了，你再等我一下。又一张强力呢？哎呦，为什么你玩的跟我玩的游戏好像不一样啊？他几率跟人家不一样，对呀、啊。酱油，你好像很没诚实哦。啊？可是我换的时候有38个多啊，感觉比较多少、啊。然后后面喷出去了，靠，我乱飞出去了。繁星说他看的记录几个呢？繁星说，哎，是几个呢？因为观众说是17个。应该是看完30几个，观众说是17个哦，17个，对，我落差有点大哦。好吧，被抓到了，这样子吗？哪有？我在跟他换之前，我是38个，不是。那你去看我的影片嘛，来。应该是换了一部分呐、啊，换了一部分，应该换了一部分的。对啊，剩下放不下就。那个、啊、对，他就剩下的就飞出去，好吧，好吧，
好吧，好吧，好吧。很多哎、欸，欸、是一堆木棒啊，谁的木棒？喷出去了，不是我的，这个这东西喷出去了，好舒服。怎么用剪刀？怎么用剪刀都出现在谁的？有人在塞东西是不是？到底是谁？对哦，这是什么烂剪刀？什么烂剪刀？哇，我连续三张强力，好好扯，好扯。哪一个村民、啊？我强运目前是第一个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为什么、啊？因为你都乱丢垃圾、啊哦。找到哈基这里，哈基这里。你在乱丢啊！你在乱丢啊！可是我觉得我的几率都跑到钻石去了啦。钻石也是蛮多的，有钻石超多的。钻石，我快要半箱啊！我也是快半箱了。我也是不是，我不抽，我换完超过半箱。怎么那么好？还没换完，还有一。怎么那么好？好喂。好耶好耶，这是很亮的吗？为什么不能点啊？没有、啊、因为我在点啊。哦，可是你不是，你怎么又丢垃圾？又乱丢东西，又丢又丢，只会自己没事啊。又丢又丢，到底丢什么？乱丢，有人在丢东西啦。没有他啦，他一直丢垃圾。对啊，清理场地一直丢垃圾，这个很棒，好不好？很棒，三个很棒，你要把它丢出来。哎、欸，你要想，我们的这世界上建筑一砖一瓦都是靠那木头建成的。那你还把它丢掉？尊重木头，你还把它丢掉？到底谁浪费？到底谁不尊重木头？哎呦，我找不到了，可恶！我找到了。问一下，这一次有特殊的物品吗？好像没有，对不对？是什么意思？就例如像之前的烤肉、那個、特殊烤肉之类的啊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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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次没有，这次是原本的东西。这里这里，哈基这里抽得到，哎，还要特殊烤肉也太累了吧？这看有没有 SSR 啊？对啊，一趴之类的。干嘛？想说都抽完了，都没有东西，就是原本的强力那一些。还不够多吗？主办单位都已经快要崩溃了，他都已经觉得好像不妙了，你知道吗？主办单位已经觉得赔惨了。我要回去看看有多少桌子。我好送了台电视，送了十几台了。对，酱油这次玩会不会加码再加码？钻石砖就一箱啦。没有啊。哎呦我差沒有永远都差一点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，我差十一组。哦，其实也快了啦，感觉上。他下次就看他在冲装了，对他把他冲完了，拿去冲装了，该冲了，该冲了。他拿心理 OS， 我终于要拿到这一箱，没有，才没有。直接被我冲掉两组，不好意思，师傅，你再等呀，你再等两组啊，再等等，再等等，再等等啊，再等等啊。这超短，超短，这只。哦，好好。真的好多、哦，开心啊！我什么都没有。你怎么会没有？我真的都很，我很少、欸。你们说很多半箱什么都啊？我其实很多哎，我是快半箱啊。我奈博，不然你都拿到什么？你拿到一堆卷的，对啊，不是石头之类的，都变成什么形状了？我卷好像开了四把，没什么影响哎、欸。我开三把剑，啊，好爽哦！快全部换完了，在哪里？Yeah, 我也换完了。这个书的名字是不是又不太一样了？还、yeah, 不一样啊，有些书不太一样名字啊。嗯，石头也不一样哦，有叠不起来，石头也不会叠起来。嗯，有一些叠不起来。我手上有肉，你们在哪里？两组的钻石砖。哇，两组啊！哇，这是你一生以来最多的一次。对啊，你有史以来最富有的时刻。真的是最富的时候。对，两组，我好像换到一组又四十二个砖。嗯，我一组又26个砖。哎呀，可是这算起来很多、欸，因为我烤肉，我只换了一组多烤肉。嗯，我跟杰克这样目前加一下一组，因为我们两个嘛，我们两个就是这样，这样一组半。对，烤肉对嘛？
差不多。差不多。我终于换到钻石啦！哪一只？你刚刚前面都是换到别的吧、哦？有啦，前面有，可是没有说你们说哦，真的很赚的、欸，没有感觉。你换到大概多少钻？现在？现在吗？第二批换的时候吗？嗯，四组了。那很多啦，还不错、嗯。但刚刚没有，我刚刚换到换半箱的那个杰夫。对啊，我没有到半箱那么多啊，我才觉得哇，我也没有、欸，我是不是被霸凌？大概一二三。那你其他的东西嘞？卷啊什么之类的。石头跟卷吧。嗯，两把刀、嗯。三把刀，然后我的石头我没有很多石头，倒是。好吧。好吧，我知道石头种类越来越多，我又要整理一下。对，又更多的石头了。你们可以放个箱子，里面就是各种解释的不一样的东西，但同个东西的放一起。有啊，我想要这样搞。差不多了啊，可是它就全部都是这样。我光是捡了石就有四种品牌。品牌。哎、欸，不是哎、欸，为什么刚开到石头就有两个不一样的哎、欸？有啊有啊，那个你开到书也都不一样。哦，好，我开了三个，哎、欸，我开到都是攻击卷轴，然后有两种不一样的攻击卷轴，就是70%的哦，塞不进去哦。卷轴又改了，就是说以前都是拿主手嘛，主手然后卷轴放副手、嗯，那可是你右键下去装备又穿起来。对啊对啊。所以后来我有改掉，就变成说东西都放副手，就不会穿了。哦、oh, ，所以现在都是放副手。Oh. 那旧的书有需要换吗？还是没有？没差。一样可以点，一样可以用。OK OK。哦、oh. ，好吧。繁星，我们的影片有标题了，什么？千颗钻石。可是繁星没有千颗。我没有啊，我没有啊。你一千颗啊、哦？啊，我他们刚好帮我算，我这一次就赚了1238。哦，扯哦，好扯哦，好扯哦，主办单位要哭了。不是哎、欸，不是哎、欸欸，主办单位都哭了。哦，不对，我连电视的，把我家都送出去了。我应该也有1000颗喽，我试试看。哎，大家合作起来就长这样子啊。对啊，这就是团结力量的啊，团结的力量啊。哎、欸，真的是团跟结，好好笑。这个都是团结力量的、欸，在一起。啊、新标题，新标题了，就这个。哎呦，在一起。CP 战争、哎、，CP 战争。为什么是 CP 战争？是可能就是要配哈基吧，不是吗？你是哈团还是团？不是，我跟你说，好地圈真乱，已经变成六人组 C4取2了啦。C4取2，靠北。你吸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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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烤肉喷出去，我一直觉得哎、欸。我去捡肉，地上捡啊！我的肉，在地上。我捡的只有四个版本，对。然后你要自己找哪一个了？没事，我找。你找有没有这块肉？你们手上有绿绿的书啊？绿绿的书，对他把绿绿。他把所有村民放在集中营里面了。我的天哪，听起来不太妙。可以可以可以，不是的，把他杀掉了。哦，真的吗？耶、yeah. 啊！好的，我来了。啊，你手下留情一点哦，拿斧头，拜托。不要，等下砍太开心了，就不见了。啊，怎么什么都没有了？我怎么知道？刚刚他还在的啊。这是哪一只是啊？还不知道啊？我怎么会知道、啊？就是不知道啊。哦、就是因为、欸、你还特价、欸啊，找到，你拿书，就是你。哎、欸，我们还没换的啊，最后喽，最后的波纹喽，最后喽，最后喽。换完了，我也换完了。喂，吃完烤肉这些可以死了。嗯。哦。为什么你还要看？不用了啦，杀一杀了吧。不是，我看19块，然后特价64块是怎样？哦，因为你有那个啊。你在杀村民啊。
哦，你不能在附近杀、啊，被他们看到他们会生气气。对，哦，我就喜欢看你们血流成河。哦，好歪哦。那他是喜欢看你的钱包血流成河啊？没错，对啊，互相伤害啊，互相伤害啊。很小，没有错。嗯，啊，这个效果会持续多久啊？什么效果？就是那个，这个好像蛮久的哎、欸。不知道，不知道实际数据。九，哦，有望六，等个几天吧。一零四乘九，哇，现在快千颗哎！啊，你可以下这个标题，可以下。你也可以下标题。疑似千颗，疑似千颗是怎样？千颗，哇！你可以写老板破产、嗯，奖品奖那奖品连那土地权状都拿出来、啊，对，心酸画面流出，老板心酸画面流出，不要再搞了，不要再搞了，一个头奖一百个普通奖怎么变成一个普通奖一百个头奖啊？不要再搞了。上次牛排，这次猪排，下一次是什么？鸡肉了吗？鸡排，鸡肉或羊排。有，羊排也不错啊。羊排打的时候感觉很吵。咩用那个尖叫山羊。尖叫山羊，全部都是尖叫山羊。那砍到一半还会被撞。砍到一半还会被撞。对。他等下就是发自内心真的在尖叫。要打我！不要不要。好啦，我们要支持校长，我要去冲大冲一波装，冲装的，冲装的，冲那个啦，强绿弄起来了、啊。对，我要去用强绿了，强绿冲啊，冲啊，冲啊，支持，我看看啊、支持。哦，我要鉴定到六哦，八八六十四，哎呦，哎呦。什么声音啦？因为有人是要发送尖叫山羊音效给我们吗？洗盘的老板的惨叫声。他不能指定那个最惨那个叫声，那是随机的。嗯，大家听到不太一样。那搞不好有时候会听到最惨的。哇哇哇！哦，九了，哦，强绿了，哎呦哎呦，强绿放了，好啊，我按了，充实了，充实了，啊，爆掉了，哦，九，你是多少？对啊，三点，哦，没事，没事，再冲一把就好，再冲一把，再来一把。再来一把！我跟你说，有钱到没钱都是这样子。哎，真的，花钱大手大脚就是这样。没有错啦。好啦，我留着一些些就好了啊。就不义之财，赶快花掉。你该不要把今天赚到的全部都砸去了？没有啦，我还有留一组钻钻在身上。没事、oh. 没事，一亿的亿吗？一点点，一点点。有一点点，有人要尝试让我砍吗？哦哟，假判呢，恐怖，害怕哦。对啊，主办单位管一下，管一下，人先砍的呢，很恐怖哎、欸。我有问啊，我先问过。请问我可以砍你吗？请问我可以砍你吗？怎么这就像威胁人，好不好？我有先问过啊，主办单位。你愿意没事没事，你们有口头达成这个、哦、那个协议，这样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我当作没看到。当时我真的害怕极了。不要打到我这来就好。不要打到主办单位就好。嗯，听起来也是蛮恐怖的了。恐怖。有没有没有人有？有吸血剑啊，然后没冲过的，没有，我有啊，怎么了？应该也有。你要干嘛？64跟你买，你可以到我的箱子里面去找找最角落的那一箱。他家很大，最角落他家真的蛮大的啦。对，他家很大，你可以找一下。四通八达，
我想要来冲卷，我卷很多，想冲一下。最角落那一箱有很多有附属效果的剑。最角落。嗯，有一个剑的箱子。哦啊！你找，它有很多不同的剑。啊！我是不是该来弄一把吸引的？漏掉了！哎呦，我是说不冲了吗？没有啊，我说我还有留一些钻石。他说他还有留，然后就冲完了，然后就没了，就没有然后了。哭了，哭了，我没梦想了，我要留着下次了。今天看来就这样了。今年吗？今年吗？今年了吗？很久哎、欸！今天哦，我说今年这么久，哇，瞬间变好少颗哦！完了，那你可以下两个标题耶！一夜致富，然后一夜没钱，一夜要没钱啊！我不冲了。究竟是一夜致富还是一夜变贫？一次花光一千颗钻石，好会哦！咦，我的通通扔水沟哈？一样，卷轴的解释又不一样了，奇怪了。咦，他的注解又不一样了。对，我记得我改过了，刚刚看什么？今天打到的又变回来之前旧最旧版的，又啊，又变到旧，又变哦，你也蛮多的，哎呀，煮饭是就对就对，嗯，煮饭还自肥了一波，煮饭自肥一波，呀，煮饭只是回血一下了，回血。哇，还是你有想要改那个，就是更新你的道具，拿堆叠的变正常。太烂了吧！你说的，我充三十不是啊，充三十趴，太烂了吧！充三十趴的卷没有过啊，全部没有啊！是假的，我刚刚七十趴过九张。哦，因为我稍早三十趴过六张啊。哇，很多呢！武器吗？还是什么？防具啊！哦，血量加满满。对啊，赚烂了。抱歉，团团，请说。没有啊，我是说，哎，之前不是有讲到赌石吗？所以他记之后有要加吗？对啊，你说要赌石吗？赌石，嗯，就是用可能用十颗钻石去买一颗石头，然后你用了之后，可能随机可能。多少拍到一种，应该说你可以有不同价位的石头，可能有一组的钻石去买一颗石头，或是十块钱买一颗石头，然后就是几率开出来不一样，可能要么更多，要么更少之类的。对，要不就垃圾，要不然就是我们可以那个弄的石头的。对啊，可以耶。你安慰奖一块肉，挖矿的时候有几率掉吗？没有，那赌石就是挖石头有机会掉吗？那你钓的几率要非常非常低哦。对啊，不然你看像钓鱼有机会钓到钻石，那挖矿应该有一点也可以。嗯，不然现在大家都没有去挖矿。对啊，对，因为主要是现在挖矿真的是太那个了啦，不好太难挖钻石与母矿了。自从改版过后，有谁下再下去挖矿啊？酱油去过啊，酱油。对，但真的没很值钱哟。后来就改版到。改版到现在，我觉得还有17个原矿，我不知道上次是去用用看。喂，有啦，他们有说到一个能够鼓励大家去挖矿的，我不知道做不做得到。嗯，就是你挖矿挖的时候，有几率在你附近生成那个赌石的商人，这样有人就会去挖矿。赌石商人。生商人，所以他是被活买了。你叫了我，我卖你东西。对啊，就是这个石头很棒哦。我跟你讲，这个石头一定开出帝王玉哦，这个很适合我，很强很强，是我就买了，我特别推荐给你的呢。
要不是你帮我把我挖出来，不然我都不卖的。对呀、啊，我看我们很有缘呢。我跟你讲，那个遇到相遇就是缘分啦，对。真的。然后是一开，然后就是一堵，然后什么都说没有，我直接当场把他砍死。太凶了。那你不是说很好？好在哪里了？好好你个头啊！直接砍包。怎么一出现，然后头又是那个团团的脸，斜杠下去了。没有啊，你斜杠给我哎、欸，走到斜杠一下，斜杠一下、啊，又斜了吗？又斜了，又斜了，又斜一下。哎呦，哎呀，那个要自己更新，那个卷轴的自己更新啊。怎么更？卷轴在哪？这。好、嗯啊，那我要去拿。我要回家。共计三十。卷轴，哦，攻击卷轴那些吧。那我要回去拿一下。嗯。更新一下好了。更新一下。哎，图。得加布冲上去。耐久就不用怕了，冲就对了。不是不用怕，是没钻石了。没这材料好像不够哦，这么多，后来都蛮好掉的啊。嗯，15、16、17，哎，在哪更新啊？他家外，他家很大，我来了。你要找一下，你要找一下。TP我，好。哎呦，嗯，啊，怎么有仙人掌？这仙人掙是不是在搞事啊？要丢啊？不要回收吗？那那个石头嘞？石头，我再加一下。那一下一下点是不是？顶了。对。看你有几张，点几张啊？对。那可以狂点，好像会停下来吧？它不会停下来。嗯，点的没有用。它好像不会停下来。这样几张？70啊，看一下。嗯。16他会给到附近最近的那个人哦、喔，你不要帮人家点、喔、哦。哈，所以我点到别人了吗？我们站很近哎，对，我们站超近哎。啊，那算了，你们先换。35，嗯，就是你靠近最靠近那个紫金方块的就好了。35个强化70哈。我30%的也有35张，点到哭。哦，所以这个的是还要给你一个新的，可以让你叠就对了，就是对，把那个什么 tag 什么的弄掉了，就是变成是最新版。你以前就是也有拿过类似的书，但是它会变成不同格子嘛，嗯，就把它统整在一起了。就是有些 tag 不同，它不能堆叠，把什么自己更新、哦、一堆耶，逼死他。16好，生命这是真的好在打桌节奏哒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这个要植物，不要多拿哦，多拿的就打屁股，以后抽不到青铜彩啊！用诅咒的方式，诅咒之力。看一下三十，嗯，好，70，70生命卷，70生命的12张。其实为什么有人在踩仙人掌？第八洞。嘿嘿，70生命12张。哎、欸，这个也要换。七十，这样几张？72、72、32。哦，对哦。32、34、39张哦，好，好多，39张，
啊，等一会儿我再换啊。我要去磨。开始啊，队友不是为什么不用拉杆队耶？嗯，我在打打击乐啊。七十一，十九，哦，石头，三十九张。这个像打击乐，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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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可以比较快啊。好，先拿光光。三十几张，你们是囤囤鼠啊？囤囤鼠，装备都充完之后就是囤了啊。他们已经差不多了，就没有那个。嗯，充第二件出来啊，然后就可以去磨魔化，看魔术比较好的。是啊。就是因为石头太少了，不好再做第二件啊。为什么连魔石也不能叠啊？魔石也有分，好像有 哦。好，魔石好像都是一颗一颗的吧。我有能附，我有能叠的哎、欸。啊，我有可以叠的魔石。我有没有附魔的魔石跟有附魔的魔石？为什么？我也是哎、欸。怎么那么神秘？厉害吧？四本三十八的，四本三加十五三十一，要不要直接换一堆出来？好了，然后直接去换箱子里面换一换。好了，更新完成。好，接下来是石头。耶、yeah ，有桃，有桃。小桃啊！刚在烤、哦、烤肉吃太饱，现在在放空，感觉差不多。血液循环都跑到胃去了，石坨超级多。我觉得这些下来蛮正常的。你看大家烤肉烤、嗯、烤忙完收拾完的时候，大家不是都会坐在那边待两个小时？有什么要讲话？就是休息完，然后接下来看是打电动的打电动，继续聊天的继续聊天。啊，睡觉睡觉。又是安利啦。那人工重置石算重置石吗？啊，那个就不要那个，那个就分开。人工就是人工，人工就人工了。哇，六。六六六六六。啊，好棒哦！这个箱子突然变得很空。蛮愉悦的、啊。开心，我的这个剑符盒终于变比较空了。那有没有可以换人工重置石的？人工重置石也不一样吗？我的有三个版本，我两个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连人工重置石都有？有没附魔的、啊？你说很久以前的，你自己把它创造，然后把它去复制出来，然后其他丢掉吧。那可以呢？可以。哎呀。这样比较快的。其实我有本来在想，那怎么这些石头不用创造吸吗？吸就是整理啊。哦。我问问而已。嗯。有、嗯。整体都有好多个版本，好好笑。有一些新旧版的那个文字不一样，那就可能就会变。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些它的里面的标签会增加，有些会减少，我就不懂。这我不懂。就很奇怪啊。神秘。哇。完了，我不知道哪一个是最新的。洗能石要72个、欸，慢慢点。哎，放太久，你们都囤超多哎、欸。因为我没在冲啊，啊，我都还是有拿到。也是的。对吧、啊嗯？至少现在这个上面的是今天最新版，拿到的最新版的。对啊。嗯。四三。整理一下我的箱子。好啊，是打副本了。对，打副本。喜能石有四颗，喜能石四颗，三十颗是。我觉得现在最多还是减能。嗯。真能三减能十三攻击，四十二颗，真能十二，三二，什么鸟？耶、yeah! ！哦，竟然没爆！那、oh, 我拿了三张强力呀、啊，八九十直接冲上去！哇、wow. ！哎呦，
你居然没爆，你不是小雨？我上次爆过啦、啊。你不是小雨、啊、我上次就是一直爆啊。我就是上次一直狂爆、啊。我知道啊，所以你不是小雨。是啦，是的。大家，你说这个不义之财就是要赶快花掉啊！不义之财，原来是不义之财啊！35。对呀、啊。嗯。那么危险，不能留着。哎，原来那个大鱼不能烤哦。不行啊。真的呀。它已经很热了，它烤不了。它已经很热。好哇。挺有道理的。我去。哦，所以这三个就这样。好了，整理完成。我也整理好了。耶、欸。阿万来吧，我们整理。我听到我家听到锵锵的声音，到底怎么回事？锵锵，没事、啊。你好像听错了啦。听错了啦。我可能是你核心被挖了。你家核心被挖。对，要去搜游戏。那我是不是要去打那个挖我核心的、啊？对，太不发光，太不发光。公子，哎、欸，我是还没打副本。38公斤，紧打紧打，剩下十分钟。紧打紧打，紧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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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紧打。啊！去哪一个？啊！嘿！啊！又会怎么了？那唱片的合成呢？下次提醒我。前几天提醒我一下。再等等，再等等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你说这个少拿两本吗？哎、对耶，少拿两本。装了。好。哇，30%过四张还行，还行。没过半张。然后把它升上去，变玉髓剑，吸血玉髓剑。哎呦，哦，还过四张30%，很猛哦。我还两个攻击趴数属性。哎呦，有搞头！你有搞头，有搞头。该把它弄一下附魔了哦。我怕，弄附魔才是关键哦，它会消失的。可怕的。你附魔弄好了，剩下洗数值那个可以慢慢来。35。好了，回来冲一下装好了。大家都想冲。刚是。你拿到钱了、啊，可以冲了。有钱好办事。有人要魔化，我再去看。我想要洗好一点的数值。等一下，我再弄那个。33，嗯，所以是，哦，我想看看啊，我想想，你想想啊，想就好啊，想，想一下，想一下，你想啊，想，想想，哎哎哎，不是哦，哎，哎呦，崩溃了，不是哎、欸，不是哎、欸，你别开呀、啊，没事啦，前面有过了，所以是水位重置的，水位没了，水位重置时，水位重置时，要冲，赶快冲、哦，电好了，电好了，水位电下去了，大家可以走了。那玩物系统是前面的冲了失败的，后面会加1%、啊。好啊，都成功。好、哦，这个是电水位出来。好啊，真的是电水位。实际把这个系统时装了是不是，他其实是不是在想要搞死自己啊？对啊。没有，我其实很多想法、啊，只是说就是伺服器撑得住，我都想写上去啊。现在的极限就是伺服器撑不住。撑不住我也是没办法的、啊，没法度。看看有武器可以用好了。武器反射剑、召唤铁人、是 T1，二次回响、吸血。哎，都50分了哦。
怎么了？那个问卷调查有下礼拜的问卷调查出来了。哦，哎呀，哦，对对，我刚刚想说五十分要破，难怪我想说好像忘了要做什么。我好像有什么事情？六七，喂，现在破一下，可以先讲一下是什么主题？哎，透可以。单挖机的，单挖机，下礼拜的问卷调查呢是恶作剧伙伴。恶作剧。当你想偷偷整人恶作剧的时候，谁会是你心目中一起出主意、一起使坏的最佳伙伴呢？我已经预想到可能是谁了。先不要讲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想要填问卷的呢，就到游戏宿舍的粉丝专页喽。好哦，可以，我来了，可以。我刚刚才把文抛出来的。没问题，六六真能死，要么就是改冲裤子。二次回响是不是目前没有很好用？现在很烂，很严，蛮废的。可是还要改，对。等到是他的 meta 的时候，你再把它拿出来。我现在就是直接拿着的啦。召唤铁人也会改？怎么会改？召唤铁人。哦哦，太棒了。会变什么？召唤小铁人。小铁人。刚副本就很强了哎、欸。从自食恶意，别再截肢了。截肢不好吗？刚阿汪是不是还要说什么？啊，没有，我只是要讲说那个实况组的部分，我贴在 DC 的那个。哦，轻松搞笑，对对啊！你们在礼拜五之前再填一下。好，那个观众填的问卷的部分呢，就是到礼拜天晚上12点截止哦，因为我礼拜一要统计了。好，好，那就这样，耶耶。嘿，哦，有一把剑不见了，一把剑不见了，所以是剑不见，剑不见，剑不见，到底剑不见？变不见，通通变不见。行，哎、欸，不对耶，我钻石嘞。哦，哎、欸，不对耶，我钻石嘞。不对耶，哦、不对耶。到底在哪里？哎、欸，我想问一下哦，如果是那种玉髓钟，你不要的话，你要怎么把它清掉？仙人掌，仙人掌。哦，或扔地上等它消失啊。对耶，忘记仙人掌这个东西啊。三叶仙人，还有许愿池啊，我们一个湖中女神的许愿池，哇，搞不好会东西还会变多哎、欸。对啊，那我说你丢的是哪一个这样？哎、欸，没附魔的魔石可以用吗？哎、欸，不是说可以丢的，所以这里是许愿池吗？这里是许愿池吗？不是啦，纠察会、欸。你知道其实。上一个礼拜我也丢了一堆在这边，挖到了。难怪我觉得这里怪怪的，乱丢垃圾的，抓到了。哇，抓到了，可以啦，没关系，你到我家，我再偷去别人家。这是一个恶性循环。没错。哎，没附魔的魔石可会用啊？你放上去应该是可以用啦。我都直接，哎、欸，你说魔石吗？对，魔石应该是可以用。哦，你先重置一下那个装备啊。不是这边哦，不是这里哦，另外一个，不是这边。装备先放上去，然后先点一下确认它那个。你需要降火气？为什么现在？好了，为什么现在还急这个？来看，好棒哦！哦，你四条加速的耶。对啊，好猛哦！好赞！稍早就是这个头盔全过啊，啊不是全过啊，就过六个啊。嗯，啊、然后再就是鞋子全没过啊。18血，你没有要让他哦，我获得钻石，活了什么？好像还是哦，击杀有低几率获得钻石，听起来蛮酷的。我要去杀猪。不要、啊，你就钓鱼就好了。哎、欸，对耶，钓鱼又更赚了。我不出门了，更赚了。以后真的要看到繁星在钓鱼，我要扎根在这了。
不走了，不走了。他的脚要粘在那个地板上。杰克，是不是钱不够了？杰克，再来，继续上，再来，冲啊！哎，点，再来，不是哎、欸，不会吧？我上下有了六，五，有啦，六，会长，会长，切一刀就长了，再切，对，这一定会过，哇！水位提升，水位上升。哎，好啊，那杰克你去按吧，我得痛啊。快了，好惨的。没事啊，反正我都现在就是拿闲钱去充装的。哇，闲钱，我已经弄好一套了。我也好想要有闲钱，就多弄一套而已。十点抽奖喽，那你还是别来欧洲吧。那你还是别来欧洲了。乐透女神看我了，乐透女神。他改看别人了。乐透女神不能呛啊，看一下啦。啊，结果怎么我还在这里？没人中。哇，两期了，两期了。八边球啊！我二五哎，酱油又快中了，阻止他，阻止他，完了，不是哎、欸，看来我要抱两次回家了吗？用转向卡，转向卡，啊，怎么换你？大家都想敲。哈哈哈哈哈！这边在干什么？在干什么？在玩。没事了，我也做过了，就那种小吃店都按，一直狂按那个。啊不！哎，我没有真的这样做过，坏做过。我们只是在游戏里面有那个亮会那个会响的东西，把它先压住，然后上面狂按咚。好啦，今天到这边啦，感谢大家，感谢。你说隔壁那位是某只粉红色的精灵吗？应该还在上班。好啦，就这样，感谢各位。我吸到毛了。我吸到灰尘了。好啦，感谢。躲起来，还好，可以。好，感谢各位今晚收看。待会12点诺英那边会开一个会员限定的台，然后米娅也会。至于我这边，我再考虑看看，因为他们是要聊18禁的话题，但是碍于我粉丝里面、观众里面、会员里面。也有很多未成年的，我再想想看。我等一下会开吗？就一半一半呢、欸，因为他们说他们的车速会非常非常快的那一种，对吧、啊？所以开的机会不大啦。对他们要聊一大堆，他们就是我也不可能不开。不开会员限定啊，因为他们都是会员限定的东西。如果我没有用会员限定的话，啊，大家通通来看我台就好了、啊，那也不太好啊。那就觉得，再想想吧。好啦，就这样啦，感谢各位。那我们看看有谁带哦。哦，林兰在开台耶，可是林兰也不需要我推，我想要换别人。没有人呢、欸，
一样是小雪吧？啊，可是小雪，我不知道你们台语有没有喜欢啊。反正我就贴嘛，你们要不要去是你们的问题，就这样啦。感谢各位，那我们明天应该可以见吧？就明天见啦，各位拜拜。摩卡有开吗？我没看到摩卡、欸。哎、欸、呦，我的左边没有跳到摩卡、欸。哎呦哎、欸，干重整就有了。好啦，不然我们改这边好了。两个，我贴两个，你们要去哪个都去。这两台没有，刚重整后才有的。好啦，就这样啦，各位拜拜。感谢各位啦，拜拜拜拜拜拜。